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经过无著菩萨解释金刚经的部分，这边来讲最主要就是要远离障碍的部分。那我们远离障碍的部分已经讲到第11个障碍，第十一个障碍就是讲的就是远离智取。啊，这个是为什么会是智取哈？就是经过所谓的菩萨在就是经过须菩提所提问的三个问题，菩萨摩诃萨在修学大圣的这个期间，这个过程里面，次第里面哈，那个如何把心安住在哪个地方，如何正确的安住。啊，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哈，这个哈，在菩萨修学的这个随的烦恼哈。那我们的部分来讲，就是无著菩萨的他解释就是要远离这个12个障碍。那12个障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第十个。那整个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远离。从远离这个所谓的我慢，远离第一个慢，就是在我们的11页哈，那个在第5个，因为修道得圣中无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要远离12个障碍，好。离障的这个所谓的障碍有12个，我们从所谓的离慢，哈，还有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第11个，总共来讲就是说，整个修学的次第，哈，它这个总共规范出12个障碍，处理这个12个障碍，我们这12个障碍，大家。它就是我们讲的哈，远离这个所谓的世果啊，就是我们大约提一下哈，就是远离这个在我们在正哈，因为我们一直说要正从前面的所谓的我们的上卷里面哈，就是一直说明说要正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智相法身跟福相法身，哈，就是我们要证得这个法身。啊，证得这个法身如何证？哈，这个是我们开始就是在中卷的部分来讲，就是要开始做这个所谓的修行，哈。那个修行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来讲，就是无著菩萨所提到的12个要处理这个12个障碍，要离开这个12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在修道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离开这个所谓的我慢，这个慢心啊，就是修道得圣中会要离开这个慢心，因为这个是说你在修的时候，在修学的时候，不管你已经是成为圣者还是非圣者，就是你在修学这个佛法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是修学者，我就是修佛法者，或是说我已经修得了所谓的一果、二果、三果，乃至于菩萨的这个哈，所谓的一地、二地、三地哈，如果有这个，都是属于我慢啊，都是从慢哈慢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慢心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慢心处理之后的话，我们要哈就是说经过佛哈，就是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就是说哈，如来在燃灯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一次提的哈。那个另外，我们后面也会再提到这个事情哈。两个提的意思也是一样，都是求教授哈。那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离慢之后，我们就要那个哈，要所以说哈，要离少闻
他要求这个就是借由这个佛在燃灯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问，是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问题哈，来表示来显示出哈，佛还是说哈，就是说一定要跟佛求教授，那求教授就是离少闻的意思哈，离这个少闻，虽然说你离开慢行之后，你不能对佛法的修行哈，完全不了解，或是所谓的哈不具足哈，所以说要离开少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哈，要跟佛求教授哈。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佛为什么哈，就是我们讲的求教授之后，就是说他要发大愿，发大愿。好，就是我们讲的说唯愿净佛土，好，唯愿净佛土，就是若菩萨作誓念我庄严佛国土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跟佛求教授你离开这个少闻，可是你跟佛求教授，可是你就是要离开谁的那个谁的离小攀缘作念修道，好，就是说不能着于说那个谁的修学，谁的我们讲的念愿净佛土，就是说他愿净佛土，就是他要所谓的要离小攀缘，因为愿净佛土本身来讲，就心生要所谓的承办所谓的庄严佛土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是叫做为离小攀缘作念修道，你要把心放大一点，不要不要把说整个来讲就是你多闻，你离开少闻，你就是要闻所以大圣的佛法，要心要愿适度是成就佛果所以叫做愿净佛土，就是你愿意去这个要生清净心而无所住，这样子去承办一个所谓的庄严的净土就是发大愿离小攀缘作念修道然后你攀缘作念修道了之后，你那个为了成就众生那个我们说那个佛为什么要就是说佛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报身为什么像须弥山那么样的宽广这个时候他本身来讲就是说那个佛的报身本身来讲非常广大，是名为大身这个时候他所这个愿就是为了要成熟众生，不是因为佛本身来讲他的视线所谓的佛身那么样宽广，不是认为说那个他还有取法王，认为他就是一个法王就是说他本身来讲佛本身来讲这个时候他视线的这个所谓的报身如这个所谓须弥山王那么大的宽广，这是说明的佛本身来是意为了要成就众生因为前面就是要发这个大愿离小攀缘，现在佛他本身来讲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佛视线那么样的大身高广身这个都是属于佛为了要成熟众生，而不是说佛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佛还有取这个所谓的他自己是法王身他不会这样取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第三那个那个第四个第四个这个部分离舍众生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障碍那第五个本身来讲就是唯远离随顺外论善乱，就是因为整个来讲这在金刚经里面无着菩萨的解释就是说要知道说那个
他因为《金刚经》里面一直用所谓的较量，较量来显示出金刚般若法门是非常的殊胜啊，非常殊胜啊，他就一直用的这个所谓的恒河沙啊，这么样子的哈，有一个众生用恒河沙的啊那个哈、啊、那个去布施。啊，这样布施当然佛啊，非啊那个福德非常的多啊，他又这个布施哈、啊，又会把这个如恒河沙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哈、啊、那个哈、啊、如东西哈、啊、布施给诸佛如来，那佛更这个功德更大，福德更大。啊，这种的非常的大的福德，跟这个哈、哦、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法门》四句句哈、哦，为他人说，这种福德更甚浅哈。这、哦、告诉于大家的就是说哈、哦，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哈、哦，那个要注意这个，所以的要就是提醒我们要更加的把这个心放在这个读诵受持这个金刚般若法门，而不要去哈、啊、那个谁的哈、啊、去摄取，就不要去，就是能够远离哈、啊、那个世间的外论，把心集中在所谓的我们金刚般若法门。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在这边来讲哈、啊，在离开这个所谓的随顺。随外论散乱这个部分来讲，就一直告诉哈，一直点出来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能够读诵金刚般若法门的话哈，这个修学者就是能够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就告诉大家的是，他一直哈、啊、点出哈、啊、那个哈、啊、就是金刚般若法门的优胜处哈、啊，就是能够哈、啊、能够大家能够注意到。好，金刚般若法门是说为是最上哈、啊，最哈、啊、最能够哈、啊、最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解脱的一个法门哈、啊，或是求无上菩提的这个教法。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第六个障碍，就是为远离隐相相，自在中无巧辩啊。这个就是说你在布施。哈，你在布施的时候啊，你要去观破众生哈，观破众生哈，就是哈，你要观破众生本身来讲，就是哈，我们想的是如来说诸为尘哈，是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对你啊布施的对象。好好、啊、布施的对象，你能够知道说他们是所谓的哈、啊、那个不是真正的好、啊、不要执取他。好、啊、这个时候你要远离这个对哈、啊、对你布施的对象，远离执取这个所谓的影像像。你这样子就能够哈、啊、那个你能够不执取好、啊、所谓的哈、啊、布施的对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远离这个所谓的影像像。好，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所谓的自在哈、中哈、才就是远离没有就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对象来讲，就是我们只取这个形象，这个影像，这个叫做没有巧辩。好，那我们在好，在这样子的摄取福德的时候哈，也能够哈能够远离。好，远离这个直取相哈，这样就是能够远离这个没有巧辩的这个所谓的哈、障碍哈。这是讲就是说明涉及众生中团取，观破相应性，就是要远离这个对于哈、那个影像中没有巧辩而升起执着的意思哈。那第七个障碍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要有这个所谓的资粮哈，啊，因为要有资粮的话哈，我们会为什么要去佛为什么要现出32相啊？就是因为我们
众生在修学的时候欠缺这个所谓的福德之粮。所以佛为什么要示现三十二相，就是因为让我们能够借由这个三十二相这个法相能够齁、哦、能够供养齁、哦、能够，因为现在佛齁、哦、只有我们现在只有供养佛的法相齁、哦、那这个时候就是能够离开不惧修学的福德之粮。好，所以他提问的部分来讲是可以三十二相大三十二见如来否。好，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如来本身来讲并不是三十二大人相。可是我们还为什么要需要三十二大人相，就是因为我们众生需要福德。好，因为借由这个佛现在还在世间有这个三十二相，我们能够去供养他。这样子能够齁、哦、能够为我们修学者带来这个所谓的资具，这个所谓的福德之粮。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供养他的时候齁、哦、我们要知道说齁、哦、并不是用三十二相大人相就是见如来。齁、哦、就是我们这个齁、哦、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得了三十二相我们就是说为已经自己是不以相成就，说为自己已经是如来见如来。好，应该要见的真正就是你要修学法啊，修学具之粮，靠着三十二供养这三十二大人相。好，这个时候你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要亲证齁、哦、亲证这个所谓的齁、哦、那个因见第一义法身才是叫做见如来。齁、哦、不是以三十二相齁、哦、来见如来。齁、哦、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的第七个离不惧福德之粮。那因为我们那第十二个就是我们在供养如来的这个时候齁、哦、我们一直要取啊，为什么我们要供养如来？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前面要求修学上的一个资粮，福德的资粮。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个福德资粮，哈、啊，就是摆在利养得这个利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远离利养，因为我们一直要得利养，所以我们在这个得利养之中，哈、啊，会慢啊，就会哈、啊，因为。啊，为生求利养，啊，因为要求利养，我们令生疲乏，啊，因为我们要一直想要得供养佛，得利养，哈，啊，得利养，我们就是哈、啊、会就是这个时候哈、啊、就是让我们身心非常的疲倦，哈、啊，因为这样子哈、啊，我们疲倦之后，我们慢慢的会心放逸哈。啊，然后这个时候，哈、啊，啊，这个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放逸之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越来越不精进，啊，这个时候不精进的话，我们会慢慢的退失功德，啊，这个时候，啊，所以为什么这边来讲才会叫做远离利养及疲乏热恼，哈、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养如来这件事情应该摆在那个所谓的修学，这个所谓的哈那个解脱哈，修学所谓的那个哈那个菩提的这个才是正道。可是我们摆在是利养的那个部分，所以叫做远离利养及疲乏热恼。好，这是我们一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会要哈远离利养的部分，哈，那这是因为哈这个叫做乐位成长，哈，因为什么叫乐位成长？因为他一直想要从供养如来、起示如来这边得利养，好，这样子成为障碍，而没有把这个所谓的供养如来的哈本身来讲，啊，是为了要。去求菩提，去求解脱的这件事情哈，而不是哈，真正是要去求解脱，去向菩提，而他摆在
所谓的哈求生力养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如果说已经知道所以在我们讲的第九的障碍哈，第九个障碍就是你能够联谊力养哈，这个时候哈，你能够哈，因为这样子啊，远离力量而慢慢的修学的话哈，你就是哈，就是要求如何的哈，在忍辱方面求哈，从忍辱来成哈，成就这个修行。好，就是明忍苦，为离不能忍苦。啊，这个是他在《金刚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忍辱波罗蜜多。就是说你能够离开力养啊，渐渐的要修去向菩提，去向解脱。这个时候你要远离这个所谓的哈，那个很多就是对你哈，所谓的对你在修学的时候，对你的所谓的哈，那个所谓的哈伤害，好，这个叫做明忍苦，啊，从这个所谓的啊那个忍的部分来讲，能够所谓的哈那个哈，能够哈那个去向啊那个达成这个所谓的离障。那个哈，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如何忍苦哈，由无我相哈，那个哈，那个有我们讲的有若有我相人相，对，就是说哈，那个你要真正的能够真的达到忍，好忍辱，一定要有无我相，好，因为。菩萨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我以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你要真正的达到忍苦啊，一定要有，首先一定要有无我相啊，这样子来讲才，所以经过哈这样子割截身体，你还是究竟可以忍苦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无我相，然后是能够达到哈无法相，就是你无有人相，无有众生相，无有寿者相，这是无法相，哈那个无相亦哈亦非无相，好，就是说哈你要能够达成忍辱波罗蜜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的是无事相，然后亦非无相，就是我们说的是你还在有这个忍苦，非无相就是还是有相啊，就是你还知道你在忍这个苦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在修学的部分来讲，你要达到离开忍苦啊，离开那我们就不再明细讲他要忍的这个所谓的三种苦哈。那我们在在我们最我们紧接着就是随着第十个离极境位，因为我们在忍辱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般就是借由印度它的修学环境哈，忍辱行几乎讲的比较属于苦行哈，那苦行就是我们讲的禅修，好，那我们就是一般的修学者很容易就是他能够禅所谓的走向禅修，可是他本身来讲就是缺乏这个真正的所谓的我们讲的菩提之粮，好，所以这段来讲就在。我们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法门受持读诵修行这一段哈，就告诉大家的这个时候要离开沉着于谁的禅定的极境位哈，因为如果你沉着在禅定的极境位的时候哈，就表示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解脱智，这是障碍障碍真正的我们金刚经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安住，我们金刚经所说的安住就是我们讲的无所住而生起心，
好，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心，因为所标示出来就是无所住才真正的住。如果你就是真正的就是 无住为本哈，就是说你不能沉浸在这个禅定的极境位，所以要离开极境位，求向这个所谓的要加以补助的，就是解脱智或是菩提智、无漏智的资粮。好，这个样子离开极境。更加的修学所谓的无漏智、菩提智，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真正的安住，安住的才是真正的住道修行。如果说我们紧接着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要讲到说，如果要真正的治这个正这个所谓的圣者。圣者位阶一定非这个菩提智不可。所以我们讲的这边来讲就是所以这段经文来讲整个来讲就是一直标示着说是法门就是我们的金刚般若法门是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是个法门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就是更能够更一再的提醒金刚般若法人，你是不能欠缺的，你在修学的过程里面绝对不能欠缺就是唯离缺少智因资粮。好，这是告诉大家的这样子的在修学的过程里面，你不能只有锁定在修学禅定还是要加以辅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菩提智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当然是说，我们金刚般若法门除了修学之外，还可以灭罪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一再提出来的就是它有灭罪，除了灭罪之外，它还是可以所谓的求向去向。真正的无上菩提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很快速的带到让大家知道说，整个就是要离开这十二个障碍。这十二个障碍来讲，前面的就是你能够求你能够就是再进一步的更加深这部金刚般若经的所谓的重要性而且非常的就是已经让你能够非常的深刻这个印象那么所以紧接下来这个就是能够在正道中，就是我们讲的第十一个障碍，于正道时远离喜动。这个时候依照无著菩萨的解释绝对不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讲的因为这段经文来讲是究竟无我分因为这他的问题是从跟我们讲的须菩提一开启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刚般若经的时候提出这个三个问题云何菩萨大圣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虽然看得起来是好像是一样的问题可是经过这样子佛在法会金刚般若法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开示之下这个须菩提这段的经文绝不是说我们讲的附讲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那个前面所讲的这段来讲又好像所谓的从我们讲的就是从标示出来我们讲就是就是说那个第一个不是附讲，第二个不是说总结就是重新说那个我们讲的说完了之后再结论出来说前面的这段话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这段意思在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已经是在喜位的阶段，而且要离开喜位不离开暖位。好，这个是依照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因为他已经如这样子做就是在就是佛就是他在如何经过这样子佛开示之一段期间之后那个菩萨要怎么样安住这个所谓的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如何把心安住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其心这个时候佛告诉须菩提说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定要生这样子心。这样心当然是我们前面有解释过，第一个就是要发广大的意愿心就是我应灭度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界，就是要升起第一上心，最无上心，升起第一心第一意热心然后那个如是灭度一切众生，也就是那个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这段是讲升起常心升起常心平常心然后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若菩萨有众生相、人相、寿者相，则非菩萨这个部分来讲是意味的就是菩萨要升起没有颠倒的意乐意乐心，无颠倒心这是那为什么无著菩萨解释的是唯远离智取因为不在暖位的菩萨他已经有这个所谓的那个自见得胜处，就是这个部分，何故复发其此初始问就是答若将入正道菩萨，就是说他要走入，因为整个来讲就是他要证得法身证得法身在这个部分来讲他已经如实的这样做就是我要我要依着佛告诉须菩提这段话就是他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生这样子的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就是他还就是这样子做，就是升起这种心灭度一切众生要升起让这些众生随着入无余界涅槃，无余涅槃界，而且又生平常心就是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余众生实灭度者而且要生没有颠倒心就是菩萨无有这个众生相、人相、寿者相这个所谓的那个升起这个世心就是将入正道菩萨自见得胜处作是念，所以我如是住，我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如是灭度众生，如是的没有事相这样子做为对止他这个所谓的有我取，这个是自取，就是我还有这样子的这个还带有这些的想法，这样子的观念要离开这个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所谓的菩萨自见得胜处，这个胜处就是他证道时有喜动，因为他有这样做有这样子已经得胜处了，他会欢喜他就是这样子欢喜，他这样已经做到了这个得胜就已经做到了所以这个叫做喜动这是我们无著菩萨也是这样子说为喜动，就是由于暖位观所取无创获明得定这个时候身心喜动，原我能够所以的我能够这样子的修行，如何能够这样子的所以的那个把心安住在所以的那个无颠倒心，或是说如是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以众生实灭度者，这样子心
他好，就我能够这样子，哈，这个时候他哈，这个时候他有这个胜得胜处，好，这个时候他升，这会有是升起喜动，好，那我们为了要让他能够离开这个障碍，是叫做远离智取。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他依照菩萨的解释，就是说他已经这样子按部就班的，佛怎么说他怎么做。可是他还是为什么会还是有这个说我在我好，就是我们讲的啊，还有我所谓的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如是灭度众生，为什么还有好？啊，这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哈，是第二周周问哈。因为其实这一段来讲，从须菩提重复问的部分来讲，世亲菩萨的解释有他的解释有说哈，上一段是为初机立根者说。后面的整个从这部分来讲为，因为上一段最主要是根性非常好的受受。我们想的要我们前面的部分来讲，就是不是我们依照，就是我们讲的哈，那个是我们的须菩提哈，向佛说哈，希望佛能够善复念诸菩萨，善复主诸菩萨。那前大部分依世亲菩萨的解释，前面的第一周说。说这个三个问题齁，是一个受受立根的菩萨。那后段是副主所谓的顿根的菩萨。好，这是世亲菩萨的解释。那我们不受无着菩萨的解释，就是齁所谓的立十二个障碍，一个一个阶段一直去去障碍。那去障碍的部分来讲，这个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喜暖胃的我们讲的四善根，四善根的初位暖位，好，暖位，所以他会有这个所谓的哈，他这样子按照这样做，确实会有得到他哈很殊胜的地方，叫得胜处，哈啊，这个时候他会有喜，会非常高兴，喜动。啊，这个是喜动，它就会，因为你一喜动，就表示你，你有这个所谓的哈，你我有取，哈，就说啊，你有取才会喜动嘛，哈，没取怎么会喜动呢，哈，所以这个时候要远离自取，就是我取的意思，哈，啊，因为整个来讲就是要进入哈顶位，顶位就是要远离这个所谓的哈那个所谓的。因为我们的暖位是离开所取，顶位就是要离开能取，这个时候要离开我取，好啊，这个我们前面一段有说过哈，好，今此一周为以发心菩萨言，我能发心乃至以断障，好，言我能障，那是因为他还是有。这个所谓的哈，这个生分别，就是他还是有会有这个我能够这样做，这个还是升起这个我能够如是做，这个是我取智取，哈，这个是一种哈所知障，哈，因为这样子哈，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如果说你还是有这个我取智取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顶位，没有办法进入顶位，所以顶位要离开我取，好，就是要正障已不住道，因为整个来讲就是障碍，整个来讲就是我们讲的《金刚经》本身来讲是无住，在修学的时候不要住在境界里面，不要只取境界，而是如果说你还是说我如是住，我按照佛说的这样子的无住，在整个修学来讲，布施，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六度
都是无助不直取，你还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我如是住，如是休息，如是降伏其心啊，这样子你还是有一个我能够这样子，这个叫做自取，这个叫我取啊，这是这样子是会障碍啊整个修学的啊成就这个所谓的啊见道哈、啊，因为整个我们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要往见道走哈。啊啊，这是告诉大家的，就是啊，就是我们讲的，若为菩萨发心修学时，哈、啊，以无分别智明弃真理，啊、不生分别缘我能，哈、啊，就是我们讲的，整个要进入见道啊，见道就是哈、啊，真正的发心修学，应该要以无分别智来明弃弃证真如，啊，这个时候。哦、不会说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啊、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啊、无助、啊、那个、啊、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如果有分别的话，就是你还是心生说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我能够住，我能够如是修行，我如是能够如是享福其间，就是有分别啊，这个叫做没有办法真正的证哈、啊、不没有办法真正的发起这个无分别智弃证真如、啊、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啊，这个是因为有我能如是怎么这样子做啊，这个是我取啊，那菩萨具大悲啊，然后具这个谁的智啊，不为两边所拘啊，就是不为啊、不为两边所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啊生死跟涅槃啊，那二圣有法执啊，就是为涅槃所拘束哈、啊，凡夫有这个所谓的生执哈、啊，就是我们讲的凡夫为所谓的哈、啊、生死所捆绑哈、啊，不能出离，这都是所谓的哦、啊，不是真正的安住啊，这是我告诉我，这是用菩萨世亲菩萨的解释哈。啊好，就这边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的，为什么这个时候，难为的菩萨，为什么他还会有这个升起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好，我灭度众生，他就是有还有具生二执，就是还有具生的我执跟法执，啊，虽然他已经慢慢的把这个分别的我执跟分别的法执，慢慢的。所以的哈、啊，让他的折服啊不现起，可是他的具生的这个我执跟法执还在，所以他一定会有这个心出来，所以我能住心啊、修行福藏度众生。好，所以说因为有这个我能够，因为就是具生来的哈。啊所以他因为有我能够这样修，哈、啊，那这样子修行安住，好、啊，相对的就会带出所取，就是所住所行所降伏者都有带出来，因为有能取就是有所取，哈、啊，是有所取跟这个能取心哈、啊，能取，哈、啊，这样子变成说，变成说能取跟所取都还没真正的。还没真正的对治，好、啊，就是我们讲的心者是能取，所能取有的话，一定会带相对带去索取，这样子没有办法真正的未除，就是还没真正的断除啊，能服全未除，哈、啊。所以我们讲的能取这个心哈、啊，那个哈。啊还没真正的我们就是我们讲的，因为能取带出所取，哈能服全未服，就是我们讲的，他没办法完全真正的服掉具生我执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当然有具生我执，当然有具生法执，哈，
啊，这样子哈，所以他才会这么想哦，才会有这种念头，就是我能如是住，如是修行啊，这样子哈，二取皆有，就是我们讲的能取跟所取都还在啊，因为就是具身我执跟法执还没真正的处理掉，虽然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哈、现行扶住了哈、啊，可是具身还有。好，所以我们讲的，你不要说我们一般世间人，你不能说我完全哈、那个对境不生心哈、不可能哈、你说哈、那个我们一般众生，你说你完全不执取是不可能的，连暖胃的菩萨都没有办法哈、因为还有具身的这个我执跟法执哈、这个叫做智取啊，智取。应该比较了解哈，就是他因为还没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具身的还没真正断，因为还有这个种子，所以他还会现行出来。所以，这边再度告诉大家的哈，这是暖胃由从我，就是我们讲的暖胃，虽然他一直哈观这个所谓的索取不住身心。啊，一直不住在境界里面，啊，一整个观行就是从无住一境不执取，在色受想行，在我们色身香味触法，对于我们对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境界所缘的境界，不管是我们讲的哈、色啊色尘、身尘、味尘，哈、这是六尘，哈、我们都采用无住身心。好，那这样无住身心对峙的是索取，好，那索取暖胃能够哈就是它本身来讲是对峙索取，可是它还有我取，好啊，因为我取还会生如是慢，啊，就还升起这个我得胜处这个慢，就是我哈做事念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我灭度众，这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慢哈。哦、所以不能真正的入圣，没有办法真正的见道、哦、所以为了要对峙这样子的暖胃的，还有这个所谓的我智取的这个部分、哦、才会加以须菩提还加以在提出这个三个问题、哦、只有我自我能为此行、哦、名为智取、哦，而且这个时候他心生喜悦调动、啊、就是我们讲的他得胜处、啊、这个是心生喜悦、啊、这个叫喜动、啊、喜动起时正在暖胃、啊、就告诉大家的无所菩萨的分在位阶修学位阶 这个时候已经在暖胃，要进入到顶位、啊、为断此喜动即入顶位，就是我们讲的四善根的第二个顶位，顶位就是要处理我能取的部分，所谓的我空，好，那个一个是我们讲的所取空，好，然后我们讲能取空，好，听在顶位从观所取无作，哈，就是在顶位它就是哈，整个来讲就是要处理我啊，我取能取。啊，能取这个时候因为要对峙能取，所以他还要啊，能取既然有来进，能取既然出来，当然会带动索取，所以他还要重观，再一次的观这个索取物，来配合运作这个所谓的能取空哈。那个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个所谓的暖胃的菩萨还会有慢哈，因为这个在这个时候相当不容易了哈，已经进入暖胃，他当然会因为依照佛这样子只是修学哈，确实会有一些成就哈，多行慎行，这个时候因为还有我才会有慢，因为还有我。当然会有慢哈，
我能如是怎么啊修行安住降伏起心，就是哈、啊、还带，因为还有我，啊当然会带出慢心哈，好、啊啊、这个是那个将入时回向哈、啊，先除彼慢，哈、啊，就是我们讲的这已经哈、啊、就是进入所谓的啊时回向，这是四善根是时回向的最后哈。啊因为四善根之后就是见道了。好，先除彼慢为说圣道令其直入哈，就是要除掉这个哈，因为他除掉这个所谓的我取之后慢哈，就可以那个好，先除彼慢为说圣道。令其直入哈，就是因为这个，他还有这个我怎么我如是修行，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我能够灭度众生这样子的取哈，这个是我慢心，好，所以除这个慢之后，好，这个哈就是能够进入所谓的顶位，好，出发动欠发圣心哈。出发动就是告诉我们的前面都是要告诉他，我们前面的一直修学就是要发出这个圣心，所谓发出圣心就是我们讲的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圣心哈，要灭度一切众生，这也是所谓的广大心，这都是圣心啊。你要发这个圣心的话，然后要所谓的哈那个就是要怎么样成就这个圣心，就是要那个金刚经前面都教导你怎么样修行安住，这个叫做无相心。好，故为三问令其进修就是让那个这个这段就让最主要是让暖胃的菩萨能够进入顶位，而且你进入顶位的这部分来讲，就是真正的就是要进入见道位啊。故为三问令其进修，就是他在须菩提再次的问，就是能够让顶位的菩萨能够更小心这个所谓的我自取我取，因为这个心是很细微蛮细微的哈。好，所以说才会再次的提出这个三个问题，让暖胃的菩萨能够进入顶位。好，所以说彼得圣道，思慢更深，好，故为三问令断进修。好，就是无著菩萨的就是他再度的让这个所谓的暖胃的菩萨能够更细微的小心这个所谓的住直取。是好，非常因为修行是好那个按照释迦牟尼佛这样前面所提的这个无助这样子的观行，好，他好这样子他得到非常多的所谓的圣行哈可是他还是免不了这个所谓的具身的我执的部分，好，还有我这个我取，好这个自取。所以为了要让他能够离开，所以又再提出这个三个问题。因为这个三个问题哈，最重要的还要连接后面的，就是要真正的要入见道。好，这是唯显我执取，好，就是选出是暖胃的菩萨的执取，还有另外就是唯显随眠，就是这是具身我执的种子起来的。若言我正行菩萨圣，就是我正在行这个菩萨圣，正在按照的释迦牟尼佛前面所提的这个是无住的修学方式，无相的修学方式。这样得了很高的成就，暖胃的菩萨，暖胃的位阶是非常已经非常高了哈。为了要真正的对治这个我取这个能取，所以说所以再度的提出这个三个问题
啊，那个经言就是告诉大家，经部为了要对治这个，才会说到这个书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告诉大家的，就是整个文就是实无有法，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能取，啊，好，这个是整个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你菩萨这个真正的没有菩萨这个名称，好，它是我们讲的，我们好就是没。我们讲的无有作者，好，没有这个真正的我，没有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就告诉于这个是为了要对治菩萨本身来有一个我啊，这个我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做修学安住，还有降伏习心的这个所谓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为了要对治这个所谓的我取哈。这样了解吗齁，因为这个是这个整个对治的我取的部分来讲，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就实无有法名为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菩萨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这个时候，菩萨本身来讲是空齁，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讲，就是菩萨这个能随的齁，那个我能发齁，因为他整个来讲就是云何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那个哈，那个为了要对治你还有这个有一个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才会讲说哈，没哈，实际上来讲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空相哈，无相哈，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子来讲就不会在修学的时候才不会说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习心，如是灭度众，还有一个我取的这样子的为了消解这样子的念头。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我们进入第二堂课。这边最主要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我取哈，就是我自取。本身来讲就是菩萨暖胃的菩萨有这个所谓的我如是我作是念，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我灭度众生。这个时候他还有还有法执，因为我按照佛所说的这样子的发心。好，这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按照佛所说的无住哈，无住相哈，这样子无相行，这样子的把心安住在所有的修行，我这样子的如是修行，我这样子凡降伏所有的修学上的烦恼，好，我这样做到这，我欲灭度一切众生，定入无余涅槃，好。这样子来讲就是按照所谓的修学法，这个叫做法执。好，像法执本身来讲就是所说的非菩萨。好，它还有这个法执。好，那个本身来讲就是由我执取。所以我们讲的有法执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本身来讲是还有我执的部分。好，就是它本身我们讲的有法执，我们讲有我执也有法执啊，有些有法执没有我执的部分啊。首先是一个是有我执也有法执啊，当然法执起来的话啊，它本身会带动我执啊，现行我执啊，就是我们讲的现行我执一比起，这个这样子的有所谓的哈，这种情况法执的起来的。好，就是有
有我执，哈啊，我执为什么起来？就是有先有法执，法执起来，那哈那个哈我执也起来。这种情况的是我们讲的有学哈，其实还不是阿罗汉，不是无学，有学回心，是我们讲的声闻圣回小向大的这些，还有凡夫众生，因为他。凡夫众生本身来讲，一定有我执跟法执。那有学的修学者，就是我们讲的一果、二果、三果，是回小向大。他的这个所谓的哈，我执还没真正去掉啊，因为我们讲的那个真正的去掉我执，本身来讲是在声闻圣的部分来讲就是。哈，全分的观无我行的部分来讲是阿罗汉哈，哈，所以他我们讲的一果、二果、三果，他本身来讲还有我执，也有法执。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只有法执没有我执，那当然这个是二圣的无学阿罗汉，他本身来讲为什么会现起这个我取啊，这个第我们要对治第十一个障碍，远离这个我自取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他虽然我执没有，可是他还有具身的所谓的哈那个具身的这个部分，而且还有我们讲的具身的种子的部分。虽复无我现行，啊，我执取，但犹有随眠，就是我们讲具身的这个部分。才好，这样来讲会带动我执，好，这是二圣的无学，这是告诉大家的为什么会修学在暖位的菩萨，他为什么还有自取我取的部分？当然有取，当然就不是有即非菩萨。啊，这个是最后要解释的，就是无有少法，哈，啊，那个十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啊，这是无少法，哈，啊，名发行圣者，这个就是讲这段经文就要解释的是无有少法名为阿耨多罗，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因为无少法就无有法，哈，啊。那个发行圣者就是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位菩萨修学圣者哈，这个什么叫做无有少法？就是真理无我，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那个你要就是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哈那个。真正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本身来讲就是要见真理，就是真理本身来讲是无我，哈，故无少法发行彼圣，就是本身来讲是真理，真理真如无我性，哈，不可得性，哈，它是空相实相，哈，它本身来讲是空性。哈，你整个来讲，菩萨在修学的阶段来讲，他证真如，这个时候证真如之后，他才真的叫做菩萨。哈，那他在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本身来讲就是要证真如无我性。哈，这个时候才哈那个啊证故无少法发行彼圣哈。这个时候你证这个真如无我啊，这个证真如无我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整个过程来讲好，就是要依照这个实真如，就是我们后面会慢慢带动这个所谓的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部分，你要带动这个实真如，就是修正这个实真如，整个修正来讲就是真如本身来讲就是本身来讲就是无我性哈。啊，菩萨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发求证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证这个真如
本身来讲就是无我性、空性。你这个证这个哈，整个过程就是证真如的无我性、空性，这个叫做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无少法发行彼圣，啊，就是整个在证这个真如，哈，啊，整个修学十个阶位就是证实真如，哈，啊，这个证实真如本身来讲，不是有十个真如哈，啊，是真如在十个面相里面来讲，要知道它本身来讲就是所谓的清净性、无颠倒性、无我性。还有空性，哈，这样子让真如整个来讲非常完全显现，哈，这个真如本身来讲是不可得性，哈，那整个来讲就是你要真正求证这个真如本身来讲就是实无有法，哈，好，这样子就是哈，所谓的哈，他解释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哈。前说能取我想俱无哈，今显所取无我，就是在进入这个所谓的顶位，要对治这个我取。你对治我取的时候，就是带出所谓的哈，所取就是真如，慢慢的带入所谓的哈那个能取空跟所取空。好，今显所取无我，好，这个哈亦非有正位，正位所观，就是告诉你说，它不是还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是真正的是见到位，还不还没有在见到位，因为这个是顶位，顶位就是观我取能取空，那能位就是哈，就是双要进入双。所谓的哈，两个一起，就是能取空跟所取空，然后进入所谓的四第一法。好，所以它非有正位所观，就是还不是真正的是所谓的哈那个见到这个所谓的能取真正的能取空跟所取空，所以叫做亦非有正位所观，因为正位就是正见到位，它不是真正的见到位观，真正的能取。空啊，我取空，能取空跟所取空，哈，那我们下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要进入这个所谓的，依照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要进入所谓的是，因为前面是进入顶位，啊，离这个智取。哈，进入所谓的哈顶位，然后这一段的究竟无我分哈，但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依无著菩萨的解释要，就是要进入所谓的哈忍位跟四第一法，啊，就是要经过忍位跟四第一法，真正的求证到入见道，它的过程就是在忍位跟四第一法。经过这个人位跟四第一法，然后要入见道，这个过程里面要求教授，就是为了要见道，所以一定要求教授。如果你不求教授的话，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见道。他最主要是要讲这回是求教授，哈，不是就是你修学到是我们讲的四善根。已经蛮非常的高阶了哈，可是你不能忘了要还是要求教授向佛学习，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向佛求教授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入见道，哈，就是就是告诉你整个菩萨修学来讲，不能离开佛的教授。好，不，我们讲的不管是我们讲实地菩萨，都非经过佛的哈，佛哈都要去跟佛教授，才能够晋升到更上的哈那个哈阶位。好，所以说一直告诉大家的哈，不要离开哈，就是还是一定还要慢慢的精进，哈，学习。所谓的哈，那个每一个阶位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所谓的智慧哈，
那他的经文里面就是佛言须菩提于云何哈，那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哈，就是哈，就是告诉大家的哈，就是如就是佛在问那个谁的哈，须菩提哈，就是佛如来就是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讲八地的，在释迦牟尼佛在八地的时候向燃灯佛所哈求教授，这个时候那个哈有没有在求教授的时候有没有向佛燃灯佛有没有给他这个教授法，有没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啊，那须菩提当然讲说哈，那个哈，那个哈，如我解佛所说意，就是他从前面一直听法听到现在哈，啊，他就是知道说没有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佛哈，他称赞是须菩提的回答哈，是哈非常中肯哈，非常的哈正确哈，就是如是如是哈。那个须菩提哈，就是非常肯定须菩提的回答哈，就是哈真的就是实无有法，如来在燃灯佛所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啊，这个是那个啊，须菩提的正确的回答哈。那后面就是那个佛又再说哈，须菩提若有法啊，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哈。啊，为什么会佛不跟他燃灯佛不跟他受记哈？是因为那个哈，好，这个是我们会解释的哈。我们后面会解释。好，佛告诉须菩提的啊，就是实无有法啊。如来得释迦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知道无有少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样子燃灯佛才真正的替他受记啊，做这个摩那婆哈，啊，很抱歉哈，啊，那摩那婆我一直查到底是什么，我哈，啊，没查出来哈，啊，这也不是佛的十大名号哈，啊，不是哈。啊那个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好，这是我们后面我这一段我先念一下哈，然后再度解释无所不是怎么解释哈。何以故哈？须菩提啊，言如来者即是实真如哈。这段最主要就是要表示的就是整个在证真如见到位，言如来者即实真如，这个是属于见到位。好，见到位就是要见这个所谓的真如，整个要就是我们如来这个意思就是要见真正的真如，实真如。好，那个若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哈，是人不实语，哈。因为整个见到是见真如，真如是空性啊。如果说如来哈，在这个所谓的哈那个如来如果得在证真如的时候，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这个人绝对不正确哈，不实语，就是说所说的法是不正确的哈。啊，佛又再度的告诉须菩提说，哈，真正就是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要证，整个是在证真如，修道位的十个菩萨的十个阶位，都是在证真如，哈，真如本身来讲就是实无有法，就是空性，
哈，本身来讲就是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无有法，就是整个在十个阶位菩萨的实地，整个做修道位，这个时候就是证真如，证所证的真如就是无有少法可得。那佛也在好，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也是能够证十无有法可得哈。好，这个时候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就是整个在证的过程里面来讲哈，就是一世中不死不妄语，就是我们讲不死不虚哈。好，这整个依照这后面就是要讲到最主要是要讲到那个哈，在证真如的这段这个过程。哈，这证真如的过程里面哈，就是依照那个真如本身来讲，要证真如本身来讲，一定要依照佛所说的言说，不离言说，所以叫做哈这个不实。就是言说本身来讲是不死，可是你不能离开言说，言说依照言说哈所证的这个真如哈叫做不妄。我们会讲的这个是要显示这个哈，你要证真如这件事情哈，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事实，你要证这个真如这个这段期间里面哈，你要哈这个真如是不离开言说啊，因为言说是不死，可是你不能完全离开所谓的哈这个佛所说的教法，叫做不虚。哈，像整个证的过程里面哈，就是要知道说哈，要证一切法，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整个在修证的过程里面，十个阶位所菩萨所十地的菩萨修学哈，这个时候你要证一切法。好，这个时候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好，是这个时候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好，这是这段来讲最主要就要讲到说整个修学十地的过程里面，只有佛才能够真正证得一切法。所以唯佛能证一切法。佛所证的一切法都皆是佛法。那下面的部分来讲就是须菩提所言一切法，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就是这段最主要叫要证成如何证成这个所谓的一切法。就是如何证成怎么样证成，因为这段最主要讲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何成就佛的智慧，就是要讲如何证成一切法。所以好，一切你要证成一切法，就是如何的那个就是这段就是要成就，最主要叫成就第一义谛，整个证成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成就第一义谛。那我们看看佛，我们看看无著菩萨怎么解释哈。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无著菩萨，就是离开整个是十二个障碍，这是第十二个障碍，是唯离无教授。哈，唯离无教授就是无著菩萨的阶位来讲，就是已经到顶位，就前面已经到顶位啊，顶位能够对治这个我取能取，所以经过人位啊，人位就是要对治，所以的要双合哈，所以的哈那个能取空跟所取空，好，就是整个来讲就是二取空哈，是第一法才能够真正的。好，正所以的哈，那个能取空跟所取空，好，印证两个，好，但是第一法双印二空，双印空相，这个还有代相，代这个所谓的空相，
还没真正的证实，还没真正的证到真正的所谓的真如这个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讲到言如来者即实真如这个部分，这个是讲见到位哈。好，那我们讲的这整个的这个整个无著菩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哈那个要入见到位哈，本身来讲就是要离开没有教授，所以整个在修学来讲却不就是不能欠缺佛的教授，每一个阶段都要佛的教授啊，就是前说实无有法哈，实无有法名为菩萨者哈。这是告诉你说，就是要，因为前面就叫是说，实无，就是最后一个经文哈，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是最主要要对峙的，就是我能取，哈，能取，哈，那个能取我想，就是对峙之后，因为他能够的就是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离开这个我能取即无哈，所以今显所取无我，所以他已经到顶位了，所以他那个又所谓的哈，所谓的显所取无我哈，这是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有法就是我们讲的所取，好，所取，这个所取无我，就是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讲是所取空，所取无我，好，于燃灯佛所何求也哈，哈，亦无言教而可求闻哈，非离此藏故有此文。那个，这是就是说，他现在是讲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离开索取。啊，如果离开索取的话，那你如来在第八地的时候哈，那个还要再求跟燃灯佛所求教授啊。既然求教授的话，本身来讲，他知道说哈是实无有法啊，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他知道的时候，所以说你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虽然求教授，可是他知道说无所求，哈，亦无言教而可求闻，就是知道是无我，无有能取跟所取，哈，所以说哈那个这个时候为了要离开这个所谓的哈那个哈。也就是我们讲的取这个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开这个障碍，好，才会有这段文哈。好，那个那我们整个这是依照无著菩萨解释哈，整个这段文本身来讲分为五个段落，第一个是为离无教授，为离无教授就是从我们讲的第一个哈，就是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一直到那个谁的哈那个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实无有法如来于燃灯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部分，好，这个叫做为离无教授。那后面的讲就是讲菩提不可说，名那个菩提不可说是从哪边开始哈？就是须菩提，紧接下去就是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这是讲菩提不可说，那第三个是讲是诸法离言义，
诸法离言义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哈，那个哈，那个演如来者即实真如的这个部分，好，就是哈见到啊真如，全部都是离言义。啊，第四个是讲那个啊，若有人言这个部分，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是啊，依照无著菩萨解释是解释是个疑问。有人言就是有人这样问，有人这样说，这个是一种疑事疑的部分。啊，第五个是显示真如不二。真如不二就是真，第五个最主要是在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世中不死不忘于这个部分啊，显示真如不二的部分，就是他啊，真如本身来讲啊，那个啊，他本身来讲不是啊文，不是我们讲的言说。但他不离言说，不二就是不能是言说，哈啊，不能是哈那个离开言说，叫不二。那我们第五个显示真如不二的部分来讲，有三个，我们后面才说哈。他本身说的是三种哈。那我们先讲这个求这个离无教授的这个部分啊，就是他已经住顶位哈，乐观所取无，所以乐就是能够就前面的离所谓的哈顶位离开对峙这个我取啊，我取无带出所取空。啊，就所以说叫乐观所取无，这个时候啊，进入所谓的哈啊，所谓的慢慢进入忍位，哈、啊、那个哈、啊，然后这个忍位跟是第一法合说哈、啊，那个在窥基大师的解释就是是第一法为一刹那，而且这次一非常快速一刹那。就是双印前空，就双印我们讲的能取空跟所取空，哈、啊，哈、啊、无别广行，所以故总合说就是，啊，如果忍位就是本身来讲就是要证能，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忍位哈、啊，它本身来讲就是。就是要应这个谁的哈，上忍位取能啊，能取空，然后那个哈，本身来讲就是能够训练这个能取空跟所取空，好、啊，能够训练能够非常的忍运哈，到四第一法就很非常的两个一起起来，双应二空，能双应能取空跟所取空，好、啊。这个哈，那个，所以这样子来讲，慢慢的进入观能取空无哈，慢慢的进入这个入真圣正，哈，入真圣正，而且是正到位，就是慢慢的真正的进入入道，就是见到位，啊，这个时候哈，他为什么这边无著菩萨强调的就是。好、哦，要所谓的求教授，啊，如果说你没有教授的话，就不能进，不能所谓的哈、哦、往上一个位阶，好、哦，所谓的哈、哦、去路哈、哦，所以不能进城上一个位阶，所以引这个燃灯佛啊求教授这件事情，就引就是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须菩提说，如来以燃灯佛手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哈、哦，就告诉你这个是属于菩萨，就是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在菩萨的阶位，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八地，八地的菩萨还要向佛求教授，那这个所谓的四善根的修学，难道不要用教授，不要教授吗？不要佛的教授吗？还有入见到位的啊，就要入见到位，这个时候难道不需要向佛求教授吗？哈，就是用这件事情，那么高地的菩萨、八地的菩萨还要跟佛求教授，那下地的菩萨难道不需要求教授吗？就是用这个例子来显出啊。即使在四善根你已经求得所谓的忍位跟四第一法，你都这个每一个阶段都要求教授，尤其是见到位的菩萨更要求教授，因为这个时候带空相这件事非常维系哈，要求教授。哦，这一段就讲我住八地当遇燃灯佛以求教授进入上位，哦，就是能够进入到第九地的菩萨，哦啊，况犹住顶不求教授，啊，即此位中，啊，也不求教授，啊，这个是，啊，如果说你不求教授就是所知障的问题，啊，你对这个所谓的晋升这个所谓的因为这个是晋升到见到位哈，你哈，因为你不知道见到位如何的哈，真正的方法哈，技巧啊，进入哈，这个是一种所知障啊，为离开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哈，不求就是不求教授，才会说为欠求教授哈。啊，这是第一个为求教授啊，求教授的部分来讲，后面就是要讲到说，真正的求什么教授？佛说的你要入见到位，这个真正的入见到位本身来讲，就是你要因为菩萨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是因为他之前是要求无上正等正觉嘛，对不对？好，这个你所求的这个无上正的正觉，就是佛如来以燃灯佛所追求，就是求无怎么样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真正的这个菩提本身来讲，就是菩提不可说，好，菩提不可说不可证，好，不可得。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哈，本身来讲，你要真正得这个菩提，它本身就是不可说、不可证、哈、不可得，哈，那当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燃灯佛，哈，燃灯佛语哈不称菩提，就是燃灯佛一直教授释迦牟尼佛。好，八地的我们讲释迦牟尼，这个时候一直在教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其实佛一直在对释迦牟尼佛说了非常多有关于九地的菩提无漏智慧。这怎么说，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贴切到真正的第九地的菩萨的智无漏智慧，叫做燃灯佛不称菩提，因为他怎么说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说佛的智慧这么好，你根本怎么样好，你根本再怎么言说都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哈。比如说我们一直讲，这个东西很好吃，很好吃，我们说了1000次、10000次、1亿次。好吃都你没有你亲自去尝到这个味道，好，就是告诉你说，在佛燃灯佛再怎么说，用非常多的语言来说，好，文字语言来说，有关于第九地的哈无漏智慧，哈，或是有关于地有关于佛地的智慧，都没办法真正的贴切称，就是能够。跟上一个阶位的这个所谓的菩提
这么样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的不称菩提哈，就没办法贴切这那个位阶的无漏智慧哈，不可如言而取哈，就是告诉说你不能说燃灯佛说了那么多哈，那个释迦牟尼佛马上就是一听就马上就取证了取证了我们他所要去向第九地的菩萨的位阶。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要听了那么多法听了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谁解释金刚经的解释最重要就是要入见到位。听了那么多的有关这个谁无相行无住身心，这个都是要求见到位。听了那么多你能够真正的说如言而取见到位吗？不可能嘛齁。所以叫不可如言而取。齁这个出凡事。出凡事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齁。如来就是我们讲的如来以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部分来讲可能用反就是反问来解释，后面就是顺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谁的须菩提哈，顺承的部分来讲最主要是讲那个哈，那个是我们讲反思的部分来讲哈，那个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是反思。那后面的顺承就是哈，那个哈，那个那个若顺承的部分来讲是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以十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誓言，摩那婆如意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是这段是顺承。前面就是如果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燃灯佛绝对不跟他受记，因为佛就是我们讲如果说释迦牟尼佛在听燃灯佛说法的过程里面，如来还有取这个部分来讲，燃灯佛绝对不会跟他受记，因为因为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不是真正的听正确哈，听闻正确，所以燃灯佛绝对不会跟他受记。已到了后面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听受得这个法义真实义的福慧以十无有法真正的所谓的哈那个解悟，就是能够我们讲的理解这个所谓的佛燃灯佛所说的义哈义理道理哈，燃灯佛才会跟他受记哈，就是此反思跟顺承呢，刚才有解释应该知道了吧齁。那所以比喻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以燃灯之说而如言而得菩提。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求教授，燃灯佛也说了非常多有关于如何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所谓的佛法这样来讲，可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不可能一听到马上就取证，这叫做不释迦如来不以燃灯之说如言而得菩提。你不能说他燃灯佛一说他马上取证就是叫做那个释迦如来不以燃灯是说如言而得菩提就是为自证真无所得，就是告诉你说要真正的证菩提一定要自证真无所得真正的要证你才能够真正的得菩提，你没有证听言说还是不是真正的证那如果说菩提若菩提
那个哈，燃灯佛可说而且哈，释迦佛如言可取的话，这个叫做有分别执取，就是就告诉你说，这个时候如来就是我们讲的哈那个菩提燃灯佛可以全部说出来，因为这样说释迦佛马上就可以取证。这个绝对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绝对是那个时候是带有分别执取，而且这个时候还这个心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弃证真如，心未弃真，就是你我们不能说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了那么多要证真如，你不能只听了之后马上证真如吧，哈，就是所以说哈，如果说你说你证真如了，这个绝对是你的分别心执取的心，哈，真正心你还没真正的证真如，哈，那个这样子，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真如哈，那个这个时候燃灯佛不可能会跟他受记，所以说为如何燃灯佛与我受记，哈，啊。以不如言而取得哈啊，这个时候后面就是告诉大家的，就是顺承的部分，因为前面是反事，后面是讲顺承，就是因为你来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当下没有真正的取证菩提，可是他知道道理，所以后面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知道，就是告诉他知道。燃灯佛所说的真意哈，因为这样子按照燃灯佛所说的这样子慢慢的证，所以燃灯佛才会跟他受记。好，这是讲佛哈，就是为什么叫求孝受，因为在整个过程来讲，你要求菩提要见到都要求教授，而且求教授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名菩提不可说，当在求你要证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件事情，这个即使在听求教授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如言而取就是取顺承事，以不如言而取那个那个是燃灯佛才会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受记若菩提法可说如彼燃灯如来所说的，我以彼时便得菩提如果说如菩提法可以说，而且燃灯佛竟然这样说出来那个释迦佛马上就得菩提了，干嘛已经得菩提了，干嘛佛又还要跟他再受记说你未来得菩提就不用再受记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解释因为他本身来讲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在求教授的时候，在求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时候，燃灯佛说非常多的有关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些的法义，释迦牟尼佛不可能如言而取证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就明说，真正的要求教授要知道说这个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法是不可得、不可说、不可得不可说这样子你才是真正的真正能够证成这个菩提就是就是我们给，因为这个是都是求教授真正的知道菩提是什么，无上正的正觉这一法到底是什么燃灯佛跟他讲了非常多这个时候虽然非常多，可是你要释迦牟尼佛经过燃灯佛这样求教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菩提本身来讲是不可得不可说这样子的真正的这个实义
啊，那后面就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解释诸法离缘义。啊，解释诸法离缘义，这个是告诉大家，言如来者即实真如这件事情。啊，在鸠摩罗什译本就是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好，就是告诉大家的，这个时候正路见到位。好，这个时候他看到的哈，就是真如这件事情。啊，真如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离缘义。而且你因为见到真如本身来讲是离缘义，你未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离缘义，就是此事彼法不可说之有。好，就本身来讲，好，为什么好不可说？本身来讲，就是因为你要证的知道才知，证的知道它才是什么。好，那你用所谓不可说，就是用非常的文字语言来说，都没办法贴切真正的有关于菩提真如这些事情。好，以如不可说。就是我们讲的真如不可说，我们真如本身是，我们想要知道什么叫不可说哈，用再多的文字语言都说不真，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真如本身的这个东西叫不可说，哈。但是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文字语言，一直在讲真如是空性。真如是离缘性，或是真如是不可思议性、不可说这些，那么来说真如，所以叫做故作此说。好，作此说就是告诉你说，真如本身来讲是清净性，清净如是名为真如。好，这是告诉那个用文字语言来说，什么叫做真如？那这个是讲言如来者即实真如，这个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哈，在皈依法师的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要讲到他是见到位哈，要真正的进入哈，见到进入正真的这个部分，就是哈那个见到位。整个来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正真如这件事情，好，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见到这个所谓的诸法如意的部分，好，诸法好本身来讲的真实意，因为你真如本身来讲就是不颠倒性哈，实相，好，就是言整。好，这是我们讲的要见到这个实真如，实在的真实的真如。好，那后面的部分来讲是破外疑哈，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说那个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是人说的是不正确哈，这是破外疑的部分，认为说释迦牟尼佛与燃灯佛所不得菩提。啊，就是当下在问求教授的时候，不得菩提。那后面本身来讲，在修学的时候，他得菩提，为断此疑，此取故哈，为了断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说法，所以还是要再遣这个所谓的然释迦牟尼佛求教授，佛告诉他菩提是什么，有关于菩提。啊，求的这个菩提的种种的一些的言说哈，啊，这个时候整个啊佛又依照燃灯佛所说的这些有关于菩提的教说，然后这样子去证，啊，整个证来讲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证实真如，就如来者即实真如，整个证个就是证实真如，啊，实真如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没有。无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告诉你整个证实真如，知道它不可说、不可得，不可证，
这样子整个就是要这个，所以他后面才讲就是说就是为了要更要强调说菩萨在这个这样子的修学里面哈，不是后面又得到真如，不是在后面在菩萨修学十阶位的时候前面没得后面得真菩提，整个阶段里面修学阶段就是证这个所谓的实，我们讲的真实的真如，它本身就是离缘性，本身来讲是不可说性，不可得性，所以出前比外取是外取，就是求从燃灯佛里面求教授之后马上取如缘取菩提，那后面就是自章自修的时候得菩提自章无得菩提既无有法可得何有后自取如果说在后面释迦牟尼佛经过十个阶位的菩萨的十个阶位说有得菩提这件事情这个人一定说错了，叫做世人不识语整个来讲就是证这个十个真如，因为这是依照那个窥基法师讲的，就是证十真如，证十真如就整个来讲就是言如来者即十真如这是要这个是要讲到这个，所以整个因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何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怎么样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如来者即真实的真如这个整个修到位，整个真实的真如就是证十种真如，不是十个真如，是在证真如的时候用十个方，在十个方向里面有十个方法来清净整个真如的污垢，然后让真如整个显现出来这个是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就真正来结束这一段我们进入这的下卷今天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